今天早上有说就是要针对民进党发言人这一些人来提告，那有没有就是说下午已经确定好要去提告的时间、内容还有人，到底有哪一些人要被告？这个提告的事项哦，现在黄珊珊正在写诉状，我们会告民事的哈。这位人士他愿意，如果你告上去的话，他愿意去出庭作证的，所以他们那边看起来也是相当有把握，而且他们说你现在这样子是因为你要转移，就是韩国瑜院长的这个焦点。我是很不喜欢跟我们这些前辈哈互相告诉的哈，那没搞得来，大家活大了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用这种手段的，哎，你不可以每一个都打电话说，哎，你要打电话给他，还我从来没有他的电话号码，我怎么打给他？被狗都来呀、啊！有关这个民进党，就是说你们打电话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到底是谁来跟你接洽，然后希望你打电话过去？在投是这样的哦，其实1月13号投票结果就出来了嘛。那民进党也知道他们是居于劣势嘛，那你半个多月从来没有人来找我们协商干什么，或者是来拜托，那每天只看到老哥在骂我们。我内心就觉得很奇怪，奇怪，你是要拜托我们的选票，他、每天在骂我们，这怎么一回事？那到投票前一天下午终于这个民进党各路人马都开始来找我们，那甚至有的就说怎么叫我们要回电了？好了啊，基于这个什么意见大了，我们当然是回电了。但是我也很，我都跟他讲说，我们需要内部讨论一下。所以我们在投票前一天晚上10点才紧急开这个线上会议，所以我结论你知道，我是很清楚的写，还用写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如果你们要支持黄珊珊，我们当然是欢迎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交换，你知道，所以那个副院长，我们还是不投新潮流，就是故事就是这样。这个人是谁？我是还没有，现在没有想要抖出来，知道吗？我是这样的，我也劝民进党哦，不要每天在那里晃话，对吧？那个大家好来好去，你要这样每天这样鬼扯，他不讲出来。是讲一届大佬吗？对啊，一届大佬是很多的，对吧？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哦。这个如果民进党要拜托民众党支持，那你要早一点来讲嘛。他从来也不出现，他每天骂我们，到头前一天，跑出来，从这件事情就发现哦，目前民进党四分五裂，哦，赖清德也管不了立法院，哦，啊，立法院也是自己干自己的，哦，啊，我看明讲嘛，我看柯建铭也没有支持那个游锡堃当啊，你们到底谁代表谁？不过这样的哦，吵吵闹闹也是政治上的常态的啊，不过是奉劝民进党哦，你们内部赶快整合，不然这个对国家的运作是不利的。下午要提高，你先整理一下。那看看民进党现在今天早上怎么回应再说。我还劝告你们哦，不要每天他妈乱晃话啊。选政务院长的前一天晚上，到底电话到底是谁打电话给谁哈？那现在听起来感觉听起来了哈，就是很确定的，就是说 OK， 两边有接，第一个两边有接触，第二个就是说确实柯主席有打这通电话，但是柯主席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很勾引，而且他其实是太相信人了，然后那他也说是对方要他回电话给这个人，所以到底事实上是怎么样，跟那个吴征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讲的到底是怎么样，我想下午柯主席都说民众党要去提告民进党，他早上晨会的时候是这么说嘛，那既然是进入调查的阶段，我想就这个谣言止于智者啦，那这个立法院的政务院长也已经都选完了，我想那大家就是往前看。主席应该很生气，很愤怒。主席就他比较生气，就是别人会对他怎么就是说谎啊，瞒天，就是就会是欺骗他啦，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柯主席真的是比较勾引他，而且他也都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对他说谎了。主席想问一下，就是到底没有就是先打电话给一届大佬，因为民进党说是你先打给一届大佬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先开晨会嘛，开完了我会主张告民进党发言人，还有告陶本人，就直接告他。为什么？这种造谣的手段呢，我们受不了了。所以没有事件是你大佬？不是，是你打电话来叫他给他。
他们透过这个意见大佬打。民进党有要求说要保内部好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种满嘴谎言的政党，那我再受不了了。这真是下来就下来，为什么都去告他？他们什么时候就是透过那个业界大佬打来强化的？好，就这样。